exercise 63 simple pass 砌問句，記住砌問句 simple pass 離不開用 did 或者 be。幾時用 did 第二類動詞，幾時用 be 第一類動詞。如果遇到第三類動詞，就咁將第三類動詞褪前。呢個 exercise 會易啲嘅，因為佢全部用曬第二類動詞。記住用 did 嘅時候入邊用原式，之後 simple question mark 就咁簡單，加油！